还出现蜘蛛网裂痕，看起来真的很吓人。就刚刚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紧张，因为第一次走这种玻璃桥，我就觉得可能会有这种安全隐患，但是慢慢玩着玩着就觉得还是挺好玩的，然后这种担忧也慢慢打消了。中国大陆贵州省六盘水市最近推出一个新地标5D 玻璃桥，长220公尺，宽约2.3公尺，距离地面80公尺，大约是26层楼的高度，一次能容纳大约400名游客，采用最新声光效果，让人步步惊心。景色宜人，空气清新，走在这个玻璃栈道上，还是感觉非常不错，还是安逸得很，有点惊心动魄。其实不只是贵州，最近3年多，中国大陆开放了60多条玻璃桥，成了各地最热门的景点。例如黄河也有个 3D 玻璃桥，总长328公尺，玻璃桥面长210公尺，宽度为2.6公尺，桥下就是滚滚黄河，成了大家争相试胆的最佳场地。号称是世界上第一座斜拉式高山峡谷玻璃桥，位在著名景点张家界，桥面长375公尺，宽6公尺，桥面到谷底300多公尺，站在桥上仿佛悬空万丈。2016年刚开放时，不到12天就紧急关闭。当时有媒体报道，可能是因为游客过多导致玻璃桥不堪负荷，官方立刻澄清是为了提高游览舒适度。不论是 3D 还是 5D， 追求刺激之余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大爱新闻李芳编译。看得都好紧张，继续来看的是追求开口说中文。